瓜，很好用。我知道平常到底谁霸凌谁，好不好？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。2019的你过得好吗？2020的你想要有钱有对象吗？我们今天准备一些刮刮乐，希望可以让幸运的民众数钱数不完。走吧。2019觉得自己过得好吗？很好啊，还 OK。今年是不错，有点水。不太幸运，蛮好的啊，很快的一年，非常糟，非常糟，大起大落，成长了不少，不错，你觉得不好？十六岁过得不好，不错，还蛮开心的。哦，我有次在捷运上面打翻一杯鲜奶，最尴尬，最尴尬，看你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我就突然是打扫阿姨，对啊，而且他们有认出是你吗？没有啊，我就狂低头打算笑。碰到很多雷货在工作上。在什么工作啊？表演跟平面设计都有。那现在摆脱他们了吗？对，当成长。哦，当成长。嗯。这个气很长，都很快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其实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很快就会忘记就是不好的事情。哦，都很幸运吧？就都蛮顺啊，就平平的。他跟他的前任就是那个在我们还在一起的时间，然后他前任就跑来跟我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男朋友怎样怎样的，对，反正就一整年都很带赛。我室友直接跟那个房东解约，然后害我流落街头。大落就是当兵吧？当兵是大落吗？是啊，心累，心累。感情没有很顺吧？没有缘分，就是可能个性不合。年底的时候换了一个新工作，同事就是都是心机很重，就是会在背后讲坏话。然后他们是我、就是有人跟你说的吗？对，是有人跟我说。够好，够好，本身你自己要更好，但没有更好。那你们应该也算是吧？太安逸，感觉好像可以再突破更多。最幸运的是，就是频道破50万订阅，赶快订阅我们！最幸运就是我可以看蔡依林演唱会。对，你看了？我看了，我是看跨年那一场，自己抢到了，算是朋友让给我的。哦，好幸运哦，真的哎！哦，我中发票400块，这最幸运吗？整年就中了两张，好像没有很好。生日在巴黎度过，就抢到很便宜的机票。前一个礼拜有去德国，然后一个礼拜去伦敦。总共加起来70000，是跟谁一起去？刚开始自己，然后那边有朋友的，所以现在没有男朋友，还是有？现在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？幸运的认识他。好烦呐！好烦哦！真幸运。很想要 Q 是不是？要 Q 遇到你。第一次去露营，很开心。跟谁去？跟。又是你？那你们在一起多久？我们还没有。好，先有数就有看。遇到了我的男朋友，成功当了舞蹈老师，过得好吗？怎么这么脏？我遇到很荒唐哎、欸！啊，我遇到一群会包养我的朋友，我也是超穷，就是我一个礼拜只剩200块可以过，然后隔天我朋友直接去 Costco 买一箱24包泡面送给我。他很暖，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吃早餐，我就说还没，他就拿给我100块，就说你要给我吃早餐，然后要拍照，我不知道是靠外表还是我也不知道我是靠外表。他只是人很好，这样是一个好女朋友，这样，所以他也可能想要就是有可能啦，没男朋友啊，我现在单身，现在单身，欢迎真友这样子。毕业后就有上轨道，有去工作，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，我当导演，然后做了一个制作，然后免费的得到一个场地，现在有一份好的工作。还不错的男朋友，刚在一起，一年的。因为选秀的比赛，啊，那我应该也是，你也是，他是第一名，我第三名，签上模特了，跟公司签约，我们两个一起被签的，是什么比赛得名？对，所以你是第几名？第二。那我们刚问到第一跟第三，哈哈，第一嘛，一样一样，你们是在去年认识的，对，就是有宝宝，你是今年刚生他吗？那就给你现场刮，对，现场刮，对，现场刮，好棒，好，是真的刮刮乐，落中大奖，没有在骗，2020最幸运的是，中大奖的话，可能就节目效果这样，都回去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没有，真的给你们在肩膀刮，很好用。知道平常到底谁霸凌谁，好不好？他平常一副很无辜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有哎，那你中100，我中100哎，中100，有中哎，2000，我身上有很多血血吗？没有哎。真的啦，真的，是不是哈哈台？不是哈哈台，比哈台好多了，比哈台好多了吗？哈台很强哎，已经有200了，真的吗？哎，所以你们刮到300耶，
对，他是不是有他在啊？因为 他我刚刚每次去买从来没中过，还是先把你朋友赶走？哇，好像真的没中哎、欸！一二三四五，太棒了！哇，好，没关系，你运气不用用在这边。好好，那这留给你做，用在你身上吗？和你，谢谢。好啦，赶快在一起。哎、欸，你们刮到200了，200块，这样就有200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有100块了，有吗？这是100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刮到100了。哦哟，好，100块，好不好？有啦，有100就不错了，开心啦，免费让你回去买泡面，都000吗？对。那好像没有中，哇，三个都零零。我跟你讲，水瓶座真的我没有偏财运，100吗？对。啊有哎、欸，哇，中100了，应该是没有。都零吗？5组都刮了吗？蛮好上的。哇。好，没关系，没有哎、欸，好，没有中奖。今年最衰的事情，对，今年最衰就是这个了。应该是100，哎、欸，100吗？你也有100吗？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你中100块，对，这个给我，那这个就给你们。最幸运的事情是结婚了，最倒霉是应该也是结婚。结婚的人有在现场吗？哦，不在不在。哦，不在，哦，不是他，是不是？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开放式婚姻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所以是结婚了，然后有开，现在的人都这样吗？没有没有。来台北找朋友。那你没有啊？来看演唱会，身边玩到现在。看谁的演唱会？看蔡依林的。我听到你破音。我是高雄，他台中，然后他基隆，他是乡下人。乡下人，哎，你们平常是不是都你在讲话？没有，他们超吵，就是其实我比较矮。哦，他们是闷骚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内敛一点。看不出来吗？怎么了？